媳妇儿能吃？嗯。这是牛头骨，感觉还不一样。啊，感觉不一样。管它一样不一样。这种方法没治过你，没用这种法治过你。管你治不治的意思，没用这种法治过你。还没有用这种办法治过你呢。这是你的事情。不叫吃，太热，太热，这么热成。你随便吹，吃为一吹，你不吹还不打鸣儿呢。吃为吹，吹。你瞧我咬了几把灰。咬你都不粘粘蚊子啊？嗯，看着蚊子咬，别帮手给它开。咬几肉毒啊？肉毒。那个农村我想摘包点咋样？中中中中。农民乡，农民乡也中。搁这一枝子把它都弄，这片儿弄一根啊，不敢多弄，基本白白了。这片儿着吗？赶紧走了。该走发了，他妈的，嗯，看他吧。那俩瓜摘的都不能扛了。哎，没事，赶紧走。要一会儿可不是，很有人吗？他往手上咬了，你看你说说。是哪都有。对了吧，手上弄哪点要哪点。都是不大，都是拿不了。他说人家他不分，哎，有的都不怕咬。哎，有的都不咬，他不是不怕咬。那东西搁那。哎，我看这蚊香搁哪？在梯子啊。哎呦，咱瞧一吃那把腿上。有个。找个砖给他一插。别的里头。找个砖的，给他一插。那就是插的，中个。哎，左边月盘劲大，左鸡巴劲大，左月盘那是往鱼，左人家那虫都死了。左劲大。这都能闻到这儿。这个白干一个白鸡巴，那也不值钱。上家在这儿。那个脱衣凉瓶，找那那个洗衣粉水给他烫手。我治不了蚊子吧？啊？在哪搁？我治不了蚊子。找个砖子给那个搁那插，那个。我给他打电话。在底下一个。我老命了，你搞。就那砖中间有窟窿，一插多老蚊子。耍罢了，已经了。早了，你给我打包就做了。你那个，我要吃。你有钱说就说了，我让你吃包子，把我给垫了下。找个砖找不着啊，那院里找个破砖。来放砖啊！磨住了吗？磨住了，磨不住。咋会磨不住嘞？
不着急，你在这把桌子一等了，那俩再探讨。记着，记着，记着。对呀，对对对，那等了你不给他吃了？哎呀，还要打你了？打你不给我去打了？呀，你这。你不退役都丢职，你咋呀？你这都有退役了，退休。啊，不退役的，不退役的铁溜子儿。我不该往那的不丢职就多了吧？我腿马不多了。啊？腿马不多。腿马穿刺。妈，腿马你腿马都弱，这不得交换？你背着一最起码不丢职。嗯，还不丢职。嗯。基本上都是个背弃。接着。基本上都是背弃，我瞧，踩烂这样。踩了不给他吃了？吃了不把桌吃了？那局不要了？也得说了，你们干嘛上不上？踩烂就把桌吃了。啊，从外头。外头给他吃了。从外头你吃了，那是不能。这外头都多起了，他也倒不了，不丢职就多了吧？就背着给他背着，咋吃了？咋给他吃了？拿局吃你了？有马菜呀、啊！那马菜你不挖着马吃了？我猜个是。那不挖着吃了又？咋吃了呀？用锯。那把这个马咋吃了？那你说的都是。啊，这猜个是都是，猜个是打个马就妥了吧？那多都是叼个是。那不就这样洗碗？就这样洗碗。那大了就算了，吃的呀，我大爷俩包水果吃。哎呦，我搁大头都给他中间给他。大头一按，可吓人了。中间按的，他多吓人呢！他中间按的，让人看给他按昏了。谁呀？那吓人。他举不敢往下动吗？我不敢动，我弄他弄哪了我？吓人，吓神。先吃白酒，泡一脚，打起。啥吃的？你那我瞧瞧。吃的这咸不中的，中，中，啥也好。乐平吃了吧，他去把乐平先给他扒了咋说？扒乐平，那吃这咸的，你想怼了？那扒乐平都怼，你这个标不中这个标，换个标。他怼了，不怼了吧？小帅哥，一吃冰坨了。你叫记忆呗，你举记忆的东西。上大陆一吃冰坨了吧？举记忆大陆给他供上那帮子，吃到了冰啊那。中冰多个中冰不都说了，举嘛呢？大陆那举给他吃了多个中冰，还舍得他弄了。哎呀，咋了？不如大陆。嗯。他这孩子他多厉害。大一家一吃。别编排，那都随便，那可厉害，先站到这一步吧。站哪我举啥讨厌？我啥也不能干。嗯，还举不？啥都出局了，啥都出局了行。嗯，恭敬恭了吧？站了车，别站了。放个边儿，这个标不中间。压住的对。哪个局？嗯，舟山。这个对了，咱们局还出不了。吃的。打死是吧？不知道。真打不了。第四次平局了，光看你确实一平局，你啥积木了？有平局了。不用出来。啊你。出来，出来平局。啊。哎呀，回来吧！你回来，你一直在这儿，真是吧？你那是呀，你他都把他又到底了，他到底又知道了。那他光给你都给你烂皮子给你一会儿，这是个线着呀。嗯，这他不老，我也回到过平局啊，把我局给他，把我局一拼，都不管他你们我局不我局，都给他拼了啊。我叫他给他几把，他还是拼，嗯，一拼，那这拼，我看老都在拼。你不拼我，拼个局，我看这期看是的，你看好是的不好是的。你想咋拼咋拼。先对这个局，对到局咱往那去弄费钱。先都对的，你愿意对啥？先对地局，先对地局。对着错，几百家吧。别老讲了，外老讲，上一下。外老讲，我给你试吃了。郭忠明，我这我啥都不理了，他一他给你挑食啥不了。哎呀，我了。
的爬上了。说他还真是有点不肯爬。不管他工作兵工作下。我这会儿真不爬的。说这会儿不爬的。他要爬我了。他得了狙击吧，他会。那会儿他还就爬我了。我爬你那个打的不快。挑死。出来中不中？挑死吧的，想跳跳，哎呀。跳都跳。就这吧，讲就这。闪。干嘛？闪。傻了，哎呀，你在那上头蹬着下，又没蹬着下了。刚疯了嘛，然后对开，我也急了。那会儿疯了，我跟你说。拼了，这一步蹬的他都受不了，蹬的举着。哎呀，他伢子吃冰了，他想吃冰。看俺吃冰了，蹬下。咋不敢吃冰啊？那你晓得？吃冰了。一公香可以。公香。啊，公鸡巴吧。扣着那得。啊，公，咋乖娃？嗯，乖娃。那是那，不能咋乖娃。能，哎，他下个乡呀，他下个乡呢，下乡那举个人没用了，把高车了，把高车，商量好的俩，肯定把高车呀，啊，打起喝，麻麻那的，小兵儿，小兵儿还不让他吃，我跟你小兵儿也不让，那样，哎呀，这大伙儿他咋走的都不会他担心了，我跟你说，你别跟他那个啥，那我肯定不，坑不坑你别坑，哎呀，这会儿不要坑，这会儿不要坑啊，哎呀，关键。哎呀，你丢人不丢人？人家大人也，有啥话？本来看啥硬的，马上把你拿下。本来叫俺硬的，看不见那一会儿，拿下你，你敢一回马？本来叫俺硬的了，你本来叫俺硬的。咋的？他一会儿撵着我，该跟我拼的，这玩意儿。谁？你不相信，走着瞧。我都不会拼。搁中间看着拱香，直冲。你先愿意。直冲小香，我管你说。啊，你高兴拱了，拱啥就拱啥。别以为我，拱呗，拱了呗。上马，拱拆个箱，一拱拆。拱了吧。上马，打我多是吧？你打了吧，那弄。你打吧，我死鸡巴也不要。那也不要，鸡巴不要，那谁不要？来，要它有啥用啊？啊？有啥？有的我死也不要。一拱一箱一拆。说啥了？追啥？应该都到我江了，到江。来吧，倒一江虾，再倒一江我杀。你诚实的工作。虾子的在哪也拱了，啥都不算。拱鸡巴吧。拱吧，拱吧。拱了虾了，拱鸡巴了，才三码呢。没有用，那钉子了，你拱了。哎呀，这哪会儿兵没吊用呢？才举了。咋拱的？哎呀，摸着举了，走，拱。拱一下，拱一下。不咋拱一下，摸住了，都是。我站着，这哪会儿站一会儿都鸡巴。他那铁爪都露出来了，我告诉你说，一会儿那铁爪都露出来。举起了，看了，往上提着，看了，那个兵，往上提着，看了，看了。再过吧，过吧。过都过了也无所谓。再过。出来。那够大的。不错，那蛮好，飞仙中，这边不该搁这边，在这边不中，不咋的，中吧，中大的过来，那中吧，打回来，快，哎，吃鸡巴多了，咦，咋了？你三码都，你他上两码还不怕他？那你三码等着举着等着抓你的，咋了？等鸡巴吃了啊？等着跑了下子，跑掉。讲下来是，就是，不打了。吃吧，又把香给我吃鸡巴了。你看他弄的。你想等哪等哪，想奔这儿奔这儿，该等哪等哪。那肯定得奔，那我肯定奔，我肯定得奔。吃吧，吃那个饼吃的多了。我跑了。耶，哥，我一块儿我去吃了。家中跑了，家中跑了，又家中跑了。那这个家我也绕不了的，我家。你绕不了，那你的事儿。家也不会绕的，我跟你说，这那会儿是啥都不会绕的了。相信这个。你干鸡巴！那可是鸡巴，现在给你踩中了。我觉得你这啥吧？那咋鸡巴不中了？我觉得怪。哎，都会抢谁弄的？都会抢，做好的。进去，你不吃了？进去吧。我就不进去，鸡巴整死。啊，拱吧，拱呢，拱呢，拱呗，你拱了呗，他抓你了。
他不敢动，他不敢动，他不敢动啊，他不敢护。下次一撑下子咋弄啊？他不敢撑，没有关系。一撑下子都咋了？撑个下，啊，撑嘛，一撑下就把工箱打砸了，他咋接了？能不接？爷，要撑多少了？爷，撑不住了。爷，媳妇撑多少了？爷，那吃鸡吃吃冰吃冰，我不吃冰，我吃冰基本上。